球好球打进了以后，我们看到其实现场还是有蛮多这个支持美国队的球迷。好，没错啊，这也是他的这个特征之一啊。好，没错啊，当年是49岁，绰号叫 Nirvana。Nirvana 当然对于很多喜欢这个西洋音乐的观众朋友们，这个团名应该是不会陌生。 对，但是他名字的一个很巧的一个巧合。哇，这次冲球，冲进了三个球。好，一号、三号都进了啊，所以说现在二号直接来做四号球。我们看他的这个冲球啊，这个整个球杆伸了出去啊，这个整个球杆伸出去的话，这个等于是一方面增加这个撞击的准确性，一方面也是增加这个冲球的一个能量。 好，包球啊，然后母球啊，一，哎，我们看他直接拉杆啊，直接拉杆，等于是控制了母球。那么这样子的话，等于是做了四号球啊。我们看这个球好像也可以来打中袋啊，这个四号球。打四号球中袋的话，母球推杆下来，有可能做到五号球同一个中袋啊。好，我们看到啊，虽然说没有看到手啊，但是却看到那个球杆一直在抖啊。 所以说，如果说你不认识他啊，第一次碰到他跟他打球啊，你以为他很紧张啊，那你就错了啊。<笑>好，我们看到这一球啊，这个 Nick Vanner 他的拉杆拉过头了啊，拉得太强了，拉过头了。结果呢，结果这个五号球变成角度很大了啊，角度很大的话就增加了这个六号球做球的一个困难度了。 好，保进，好，果然没错啊！母球碰到了这个九号球，这个结果这个六号球像角度不大理想了，啊，摇摇头。好，看看要不要来吊球啊？那如果要进攻的话，这个球哇非常薄啊！好，保中袋吗？ 我们看哦，差一点点哦，想要保中袋。好，这个等于是一个打带跑啊。这个万一进了啊，中袋进了，这个母球呢啊，这个刚好可以来保这个进攻八号球底带啊。那万一没进啊，这想办法来吊球。好，我们看到这个蒙牛斯利文解球解到，哎，而且留下的球哎，好像保球不大好打。 好，看看尼克曼了要不要来灌底带。好，先看看有没有贴住台边啊。如果有贴住台边的话，这个灌球可能就比较不好灌啊，因为必须要提防这个母球，这个必须提防这个六分啊，这个瞬间弹出。换句话说啊，如果说要灌底带的话，这个母球会跟这个六号球有可能会产生两次的碰撞。如果说你这个母球， 要躲得太慢的话啊，有可能会两次碰撞，但如果贴台边的话，保底带有可能比较好保。好，我们看到啊，他这个母球呢躲得相当的漂亮，灌底带灌进了，观众好像不敢相信，对，好球啊，灌得相当的漂亮，这个这是稍微下一点低杆啊，等于让这个母球啊，这个稍微躲一下，这个。 这个所要灌的这个目标球，九号球打进，哇哦！第一盘就让 Nick Vanner 给拿下来。不过没有关系，还有一盘到两盘的机会，让 Ronnie O'Sullivan 来拼拼看。
在收看第二盘的比赛之前，让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请您继续留在精彩的比赛当中。杯的这个节目表印制的相当的漂亮，而且呢好像是一面倒的为欧洲队加油。对，不过我们看到美国队的拉拉队也是蛮多的啊，这个等于是拉拉团了、啊、好，看看这次比球，刚才两位选手比球相当接近。好，这是尼克马的故事，好，尼克瓦纳的冲球，冲得相当的用力，哎，又没有球进，不过一号球却掉球了，六号球在旁边，看尼克瓦纳喃喃自语啊，说怎么搞的，冲那么大力还冲不进。好，哇，我们刘思源这球的力道控制得不错。好，那么现在尼克马尔再考虑一下啊，这个一颗星的左塞一颗星的路线啊，看看有没有办法继续形成安全球。当然尼克马尔啊，这个不只是名将啊，而且他的这个出名的程度啊，啊、哦，漂亮的解球，很快形成反吊球。尼克马尔他成名的程度啊，已经啊，这个让他现在目前是名列这个美国啊这个撞球协会啊这个撞球名人堂的名人之一啊。所以说这个尼克马尔这个也是算是美国的撞球名人。当然啊，这个如果说有看世界杯的话啊，这个决赛的话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在2003年啊，这个被美国撞球协会选入撞球名人的啊，就是这个 A. Friend 啊，这个他也是对这个撞球运动有相当大的一个贡献啊，所以说才可以这个列入这个名人堂里面。好，现在可以 Nick Banner 啊，继续再来灌底带，我们看他灌球灌得非常的准啊，这个虽然说这个。诺尼欧斯利文解到球了啊，可是只要留下可以进攻的球啊，这个尼克马尔他都不会放过。非常漂亮一个推杆啊，这个轻轻的推杆让这个一号球灌进底带。好，一颗星弹上来。好，做得很直，那做得很直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啊，这样子的话直接推杆下去就可以做到的这个四号球。如果说你角度做得太大的话，反而啊相当麻烦了，因为你角度大的话变成说母球又要横抬的。看看他刚才在那边稍微点了一下那个位置，哎，用指挥棒指挥母球出来一点，不要太直。好像稍微直了一点点啊，看看中杆用力把它弹出来，或者是说推杆啊。好，选择第一个方法，用中杆啊，这个用力把它给弹出来。好，六号要注意了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要绕球台了啊。还是一颗星，好，这个台还这个台步的这个速度比较慢啊，所以说一颗星出来啊，直接就做到了六号球。薄球，好，七号球是个直球，推杆一颗星弹上来，好，做了一个有角度的球，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好，我们看到尼克马尔相当有经验啊。好，这个八号球的底带母球啊，这个左塞这个横抬两颗星，
好，红台两颗星，哦，做得很好。打击 ，Nick Vanner 还。